近日有自称是勤奋的网友不断在微博爆猛料，先是针对李小璐，后又撕逼马苏。1月11日，勤奋通过微博澄清，称从未开通微博小号，也从未参与网络舆论中。1月11日晚，勤奋通过微博对近日微博小号进行澄清，称本人不想搭理，但是还是要声明一下，所谓的小号不是我本人，我从来不会参与到这种网络的舆论中。据悉，那个小号主人也说了自己姓李，所以真的不是勤奋了。勤奋，富二代，现居上海，微博认证资料是上海奋荣投资公司董事长 King 电子竞技及篮球俱乐部投资人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，土豆娱乐吃瓜群众整理报道，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